呢一句是错的。General Election 大选不是每八年一次，是每五年一次。有 MP 过身或者辞职，就会进行补选，叫做 by election。这条的答案是 A。上议院的成员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上议院的 Live Peers是由君主任命的，所以答案是 A。 这一条刚才也问过，国会议席的 by election 就是当一个国会议员过身或者辞职的时候进行。这条的答案是 A。MP 的选举是以 first past the post 简单多票制来选出议员的，而不是 B 的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在1999年之后，世袭的议员就失去了自动参与上议院的权利。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2年庆祝的是 Diamond Jubilee 钻禧，在2022年庆祝的是 Platinum Jubilee 白金禧。不过女王现在已经过了身，这条应该不会再考。这条是错的，之前那条都讲过，在1999年之后，世袭的议员就失去了自动参与上议院的权利。这条是错的，上议院是独立于政府的。
所有国会的法例是以君主之名而制定的，而不是答案 B 的首相。这条很简单，政府的政策当然是由首相和他的内阁所制定。House of Commons 的 Speaker 是由 MPs 透过不记名投票选出的，所以答案是 C。这条文英国的国歌，答案当然是 God Save the King， 这条没理由不识。每年的新一期国会开幕就由君主负责，所以答案是 D。 下议院的 Speaker 仍然是 MP 来的，英国的政府系统就是议会式民主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组成政府的部分有这些，答案 A 就是其中两个。英国的 Head of State 国家元首当然是君主啦。每个 MP 只是代表他的选区 constituency，因为他是由他的选区的选民选出的。这条是错的，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并不是 written down。
一个政府由超过一个政党的成员所组成，就是叫做联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所以答案是 B。 MP 搞的 surgeries 就是接触他的选民。这条再问多你一次了， MP是几年选一次？当然答案就是 D， 就是最少5年一次。这条讲 MP 的责任，MP 的责任有这些，大家可以记一记。一个 MP 过身或者辞职，当然就会进行 by election 补选啦。这条有基本英国常识的都没理由错。UK Parliament 当然包括 House of Commons 和 House of Lords 啦。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想支持这个频道的亦都可以给 like 或者透过超级感谢来表达支持。